你不用这样，没事的。哎，小心，慢点。你的身体还好？很好，我身体很好，可是我不希望跟别人说这件事。说什么？我们是朋友了，你也是雨飞的学妹，我应该可以相信你。当年我们去纽约发展的时候，生活真的很不稳定，那时候雨飞的心思都在创作上面，没有想到那时候我怀孕。就能骗过你，李晨音，你要拿什么去保护雨飞不被外面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商人剥削？我绝不能把雨飞交给你。学长，你怎么偷偷跟着我？我只是担心有人来骚扰你。你这样很像鬼。你早就把我当鬼了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我刚刚洗白又被抹黑了。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不要见面的好，免得又被别人误会。你不用管那些东西，你认真就输了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啊，早就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了。我没事的，学长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小心。赶快走！哎，哎，赶，赶，哎呀，赶！学长，你，哦，哦，哦，哎，哎呦，呀，赶快走！学长，你，哦，你，那还，学长，哎，哎，学长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没事。你为什么这么傻啊？我立刻送你去医院，走。陈毅，你一定要撑下去。
到底要多久才能醒啊，医生？啊，医生呢？啊，刚才晃了一下就没有了。我们家小英的命不值钱吗？妈来了。哎呦，你别吵了，医院又不是专门为我们服务的。爸，爸也来了。可是小英的伤势比较重，比较重，你明不明白？哎，总有一个轻重缓急吧。我伤得很重吗？没感觉啊。那女儿现在躺在这里不是好好的没事吗？你别再大声小声的吵到女儿休息了。是啊，我没事的，你们别吵了。没事没事，你怎么知道没事啊？那没事怎么还没醒啊？啊，陶雨菲，都怪你，就是你这个扫把星，把我女儿给害了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在一起。不要吵了，现在去找医生啊！好，去去去，好，我去找医生，去找医生啊。女儿啊，你醒了。爸。哎。学长呢？还学长呢？你为什么要去替雨飞挡那一刀啊？学长为了我也挨打了呀。学长，你怎么身上都是血啊？你也受伤了，有没有事啊？我没事，这些都不是我的血。哎哎，你躺着，你躺着，别起来。我们已经报警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抓到凶手。放心吧，女儿啊，不是老爸说你啊，自从雨飞回国之后，你出了这么多事，也难怪你妈会那么生气，说出那些话。就算老爸想要支持你们，都快没有立场了。老爸，干嘛都怪学长啊？又不是他的错。李先生，请到护理站。哦，马上来。嗯。女儿啊，你躺一下，老爸马上就回来啊。嗯。学长，你不要介意啊，我蔡伟人就是这样。你爸妈说的没错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你干嘛总是怪自己啊？你再这样，我要生气了。你真的不怪我吗？我怪你什么？工作的事，家务的事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如果我怪你的话，你会好过一点吗？不会。那你觉得我会好过吗？也不会。既然都不会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怪你呢？不要再自责了好吗？你怎么这么傻？对啊，就是傻。以后不要再这样了，你爸妈会担心，我也会。学长，我想睡一会儿，别走好吗？我不走。你放心，我会永远守着你，保护你，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那种劈腿女生，赶快放生了吧，不要再留恋了。就是有这种 bitch 存在，身为女生的我都觉得丢脸。别以为删文就天下太平了，赶快肉搜她。陈小姐，我们的照片都已经给你一份备份了，
也用假名在粉丝页上发文，虽然已经被管理员删除，但也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。这是我们拍的最新的照片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没想到李晨英居然会出来护着雨飞。辛苦你了，如果之后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会再麻烦你。好，谢谢。李晨英，你居然愿意为了雨飞牺牲到这个地步。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出手伤害雨飞，但这么做的确打乱了我的计划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想办法，我不能让他们藕断丝连。